希望能有一天，你们回到这所学校，理直气壮地说：“学校以我为荣，恭喜你们毕业了，未来正属于你们。” 人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了，还是自个儿的家好。三金啊。 你是不是有事要跟娘说呀？我，娘，还是您了解我，我就是心里苦闷，不知道这么做。 是对，还是不对？儿子，你还记得你爹教你的家训吗？我当然记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唯一身己，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是。
莫待来世人，雨莫待东市房。你实话告诉娘，你选择这条路后悔吗？我当时不看好爹那一套，可是现在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我该懂也懂了，就算我后悔也没有办法证明给别人看。那就好，我也可以安心的下去跟老爷子交代去了。娘，你这说什么呢？咱这个家呀，倒不了。我就是觉得小八两身上的担子太重了。娘，你放心吧，八两这孩子比我有出息。怎么不想要？啊，要！哎，天不早了，去歇着去吧。哎。想要伐倒赵鑫这棵根基深厚的大树，消耗所需绝非一两日之功。就在此时，一份由齐凤年等人制作的检举材料已递交至地方检察院，其内容直指赵鑫是当年齐武夫案件推波助澜的漏网之鱼。而案件调查尚未展开，一本字里行间暗示着赵鑫成功之路遍布灰暗的小说却已在市面大肆销售。三姐，别总哭哭啼啼的，天不是还没打下来吗？你说的对，黄瑞阳的确实有问题。这个世界还真是实快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管呢？
近日，京海实业董事长赵鑫疑似参与一桩15年前的刑事案件，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本次案件会对京海实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台将持续为您追踪报道。七姐姐，好大的手笔啊！这一张就更漂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宣传工作做到这份上，不怕墙头草们不闻风而动。这是我用了2年时间整理出来的，以书的形式面向大众。赵鑫这些年做的事儿都在里面。好，齐家真是一代比一代狠啊。姐，真狠。齐董总，你确定赵鑫会被判刑吗？他如果没事儿，在座的可都完了。放心，私分国有资产，大金额，3年起。是吧，七姐姐？那么各位，接下来我会安排新闻发布会，发布金海会竞选下一任董事长。是我，赵甲第。甲第，家里快乱成一锅粥了，你快回来吧。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去。别，老韩。再见。
哎。姐，聊聊。嗯，草姐姐，我姓张的，了不起。刚才那消息赵甲第发的，是吧？什么感觉啊？难受吗？心里有没有一点儿的心疼啊？正常，毕竟吧，背叛了自己生活十几年的家，背叛自己的男人。什么男人？赵甲第可不算什么男人，那就是一个只会跪地求饶的死货。陈红雄，管好你的臭嘴。徐总，大老板这次真的进去了？十有八九，总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最迟傍晚，黄仁阳就会到海城找我面谈。逼宫？谁有这么大能力能把大老板送进去？这事你怎么想的？感谢各位媒体记者的莅临，现在由我通报金海集团的情况。
有关董事长赵鑫先生的具体事宜，我会后续告知。日后我们会召开董事会议，选举新任董事长，成立新金海。啊，新金海？董事长来了，真的。谢谢各位莅临。秦总，秦总，秦总，麻烦请你坐坐。秦总，他之后是否会去医院去待下康复？秦总，是否会影响新的校内部的巨大变动了？关于这个人事方面有巨大的变动，整个上海的发展。秦总，您对这件事情有何看法？秦总，别走啊，秦总。日后我们会召开董事会议，选举新任董事长，成立新金海。喂，鸽子。哥，你快来医院吧，奶奶她不行了。演出做过检查的，医生说了恢复情况很好，可是不知道怎么就……那边现在根本不让我们去见，我已经托了人找关系了，可是到现在都没给回信儿。怎么样？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医生，医生，你再去救救他啊！你救救他，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呀！我们老太太身体好着呢，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孩子们，过年了，奶奶给你们发压岁钱，冬草的，谢谢奶奶，王后的，谢谢奶奶，阿良的，谢谢奶奶，奶奶您坐。哎，你们呢，都是赵家的好孩子，奶奶。过年了，冬草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奶奶，阿两祝您新年快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开心。奶奶，我也祝您永远都年轻。你这孩子，奶奶都老了，还上哪年轻去啊？谁说的？奶奶永远都年轻。就是。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永远都陪着我们，然后看着我们长大，再长大。行，陪着你们，看着你们长大。嗯嗯，来，新年快乐！坐坐，都坐下。嗯，看奶奶给你们准备的新年饭怎么样？冬草，这是你最爱吃的，来，谢谢奶奶。王后，这是你爱吃的，谢谢奶奶。今天可得多吃点啊。拜了。哎，谢谢奶奶。今天过年啊。多吃点啊！你们吃。哎呀，行了。
好好好，一会儿就到啊。走，先进去。小时候那故乡，像梦一样摇摆，很多路走不出，还不是年少轻狂。我闯啊闯，跌跌撞撞，找不到亮光。其实我从心里要的是你的爱无极。你是我的光，你是我的光，指向远方。的父母，你靠在我的肩膀，云散开天晴朗，不管它银河多长，很像太阳。是我的光，永远的光，伴我远航。天空多晴朗，有你在我身旁。流星划过，许下愿望。你是我的光。